大家好，我叫王开喜，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教师。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学习主战与主和概说，主战与主和概说啊，概论。首先讲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叫做自古有之的主战与主和之争啊，自古有之的主战与主和之争。那么一旦提起来啊，主战派或者主和派这么一个政治概念啊，那么人们呢并不陌生。那么至少呢，在春秋战国时期啊，当某一个国家遭受另外一个国家的侵扰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国家内部，那么就必然会出现一部分人主张呢起兵进行抵抗。那么同时呢，也会有人主张呢啊，对外进行这种妥协议和。那么就中国古代而言，是吧？人们议论比较多的，那么大概呢，会是北宋真宗时期，啊，这个面对着辽军的啊大肆的这种南侵，在北宋朝廷内部，啊，就出现了一派人，啊，就是以什么呢？以这个王钦若、陈尧叟，啊，以这些人为代表的这么一部分官员。那么他们就主张呢，宋真宗要离开开封，啊，远避到金陵，就是现在的这个南京，啊，或者远避到四川去。那么在宋朝廷内部，以寇准为代表的另外一部分官员，啊，那么他们就坚决主张，要由宋真宗亲自率领军队，啊，那么进行亲征，啊，要全力的抵抗辽军。那么在宋代啊，这个主战和主逃，或者主战和主和这两派的这个斗争啊，就非常激烈，啊，几乎呢闹到了势不两立的这么一种地步。那么，但是人们议论最多的，啊，或者说更为家喻户晓的，是什么呢？是在南宋的时候，啊，南宋宋高宗的时候，面对着金兵啊，那么向南侵扰。那么在南宋朝廷内部，啊，以秦桧啊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员，啊，那么呢，他们呢就坚持要对金进行妥协议和，是吧？那么甚至呢不惜对金国称臣纳贡，啊，反对啊南宋的军队北伐，收回啊已经失去的领土，啊失去啊这个收回啊已经失去的这个国土。那么而在南宋朝廷内部，啊，以像岳飞啊，啊韩世忠，啊为代表的一部分主战派，啊，他们坚决反对对金国议和，啊主张呢要进行北伐，收复宋王朝失去的这种国土。你比如说，在南宋的时候，枢密院的一个编修官叫做胡铨，那么他就曾经上书，啊表示呢，表示自己亦不与会共戴天，啊，说他自己呀，啊，同秦桧是不共戴天，啊，那么就要求宋高宗要杀死秦桧，杀死王伦，啊，就是这些人都是主张对金国议和的，啊，要求杀死这些人，啊，然后呢，兴师啊，进行这个北伐，进行抗金，啊，他说否则的话，自己宁愿赴东海而死，啊，自己宁可死，啊，也要抗争到底。那么在南宋，啊，岳飞成为了，是吧？人们所敬仰的一个民族英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主张北伐，主张呢要全力抗金。而秦桧，因为主张对金国议和，那么最后啊成了一个万人唾骂的一个卖国贼，啊，那么是讲到中国古代的这种主战主和问题，人们会很自然的啊，那么联想到南宋的岳飞的抗金啊，秦桧的啊这种妥协，啊，或者说卖国。那么我们讲到中国古代啊，啊这种主战主和这种思想啊，这种主战派主和派，那么就有。那么到了十九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啊，是西方的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呢向东进行侵略。
那么这样呢，中外之间的这种民族矛盾啊，就突然的啊，就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啊，这个民族矛盾尖锐起来了。那么在如何抵抗外国侵略，怎么样谋求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是吧，中国社会内部各个阶层的人士是吧，都要面临这么一个问题。那么对外是主战还是主和，那么就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全部过程啊，整个过程啊，都面临着一个是主战还是主和的问题。那么按照中国史学界的一种传统说法啊，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啊，围绕着如何禁绝鸦片的问题啊，清政府内部就已经出现了严禁派和持禁派的这么一种争论。那么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严禁派发展成了主战派，而那些持禁派则变成了主和派，这是史学界的一个说法。那么从此以后，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些主战派又被称作叫做抵抗派。那么正是因为这些人主张对外抵抗，因此这一部分人又被理所当然的把它称誉为叫做什么呢，他们是爱国者啊，因为主张对外抵抗嘛，因为因此呢，这些人呢啊被称为呢叫做爱国者。而主和派那么被看作是同主战派相对立的一些民族败类啊，民族败类。那么这一部分人被称为妥协派啊，甚至直接就把他们称作叫做什么呢啊，叫做投降派。那么正是由于这一部分人主张对外妥协是吧，那么因此这一部分人又极其自然的被人们把他称为啊，或者贬斥为卖国贼卖国者。那么以上这些评价这些说法对不对呢啊，我认为是这样。那么如果说就一般情况而言啊，或者说从中国人民是吧反对外国侵略的这种民族立场上来看，或者从民族感情上来出发，那么这个说法是对的，是正确的。那么但是如果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啊来考察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个结论就未必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正确啊，未必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正确。因为什么啊，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它有一个说法啊，说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什么呢，是对具体事物要做具体分析啊，什么问题都不能够一概而论。如果说我们去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些基本史实啊，我想呢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啊，什么结论呢啊，无论是对于主战派也好主和派也好啊，无论是我们所讲的抵抗派也好妥协派也好，不加分析的笼统的加以肯定或者笼统的加以否定啊，都是片面的啊，就是说对于主战派或者主和派都需要做一些具体的分析。那么在这个地方我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所讲的主战派和主和派并不是指人民群众的这个主战和统治阶级的主和啊，他们之间的这种对立和斗争。我在这儿所讲的主战和主和之争是指什么呢，是指的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啊，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主战主和之争。我们都知道那么在整个中国近代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啊、军事外交啊，或者民族危机的这种不断的出现日益的加深，那么统治集团内部的成员由于对待这个态度，对这个外敌入侵的态度的不同是吧，怎么样解决这个危机的办法的不同，那么统治阶级内部就不可避免的要分化出各种不同的政治派系是吧，那么就会产生出不同的一些政治见解政治观点的分歧啊，他们会产生矛盾甚至会产生斗争。那么但是无论他们之间的矛盾分歧有多么深
是吧，斗争有多么激烈，他们都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斗争，这种斗争不具备啊这种对抗性啊，都是统治阶级内部啊围着一些具体问题的一些分歧斗争，它不具有对抗性啊，更不是一种阶级之争。那么既然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啊这个主战和主和主要是讲统治阶级内部的主战和主和啊，是讲统治阶级内部的主战和主和的他们的对立啊，他们的斗争，是吧？那么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在探讨统治阶级内部的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时候啊，我们就必须首先把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啊，把整个统治阶级啊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啊。那么也就是说，要考察清朝整个统治阶级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啊对待外敌入侵的态度的变化啊，就是要看一看呢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过程当中对待外敌入侵的态度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只有这样啊才有利于我们从宏观的角度，是吧，更为准确的把握什么呢，把握封建统治阶级在某一个具体的啊，或者在某一次具体的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当中啊，那么这些主战的官员或者主和的官员他们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动机啊，那么他要求主战或者主和是一种什么动机啊，是吧，那么最终导致了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社会后果啊，那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对于统治阶级内部这些主战官员或者主和官员他们的主战主和主张，是吧，做出一个比较科学比较准确的这么一种认识和评价啊。那么就说呢，对于整个封建统治阶级啊这个成员，是吧，他们对于这个主战主和问题，是吧，那么要有一个总体的啊一个宏观的把握啊，一个宏观的把握才有利于我们对于他在某一次具体战争当中啊他为什么主战主和才能有一个更加准确的一个把握。那么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自古有之的啊主战与主和之争啊，就是从古啊那么一直到近代啊，那么每当有外敌入侵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就会出现主战与主和之争啊，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下边讲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准备讲一下清统治集团啊对待外敌入侵的态度它的变化的三个阶段啊，就是清统治集团对待外敌入侵态度啊变化三个阶段。那么如果说我们看一看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啊，我们会发现封建统治阶级成员啊对待外敌入侵的态度啊它是有所变化的。那么这个变化大概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那么首先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前，那么这个时间呢，那么正好是2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历史阶段清朝统治阶级啊，那么最初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天朝大国，是吧，以一种非常高傲的态度啊，非常鄙视的态度去认识外国人，去对付外国人啊，对付外国侵略人。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呢我们只要看一看清朝皇帝的上谕，看一看很多官员的这个奏折啊，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时候清政府还是一种很盲目的虚焦自大，是吧，看不起这个外国人。我想这个问题在这儿我就没有必要再去讲很多具体的一些事例。那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啊，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过程当中，那么清朝统治者这种高傲的态度是吧有所变化，但是没有发生这种根本性的啊或者实质性的变化。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设想，那么在一个思想深处对外夷充满了鄙夷，很看不起
是吧？充满了这么一种鄙夷心理的封建统治阶级，怎么可能在没有经过战争较量，是吧，自己遭到了失败的情况之前，是吧，那么他就会对外主和呢，是吧，他对外国人很看不起，又没有同外国进行作战啊，没有遭到失败啊，那么在这之前他不可能对外主和，是吧。那么如果说在这个历史阶段，那么清政府内部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这种对外主和的这么一个政治派别啊，出现这么一个主和派啊，而且按照史学界的说法，这个主和派左右了清政府的对外政策，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啊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所出现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历史事实，否则的话你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呢？啊，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内部就有个主战派，不是，就有个主和派啊，那么主和派这个左右了啊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啊，那么这个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什么会打三年断断续续持续三年啊，这个鸦片战争会三起三落，那么为什么清政府两次是吧派遣人出征带领着这个清军啊去征讨英军，那么为什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有很多清政府的高级官员战死？你比如说讲两京总督于谦，是吧，副都统海陵，提督关田培、陈化成，是吧，总兵王锡鹏啊、葛云飞啊，然后郑国红啊，是吧，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一大批清军将领会奋起抗争啊，很多人啊为此而付出了这个牺牲啊，壮烈殉国。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讲清楚为什么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吧断断续续会打四年四起四落，为什么会出现1859年的大沽口战役的胜利。那么因此我的一个看法就是，在第一个阶段过程当中是吧，清政府内部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这种主和派啊，更没有完全啊左右清政府的对外政策。那么当然是吧，我们也不可否认，就是在这两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过程当中，的确有一部分清军官员啊，清政府的官员曾经提出过对外议和的主张。那么但是就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成员而言是吧，在这个历史阶段他的主要的倾向是主战而不是主和啊，当然在这战的过程当中有和的因素啊，但是就总体而言他的主要倾向是主战而不是主和。那么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主战主和倾向就决定了统治阶级内部主战和主和的斗争在这个历史阶段啊表现的并不是十分明显啊，主战主和之间的斗争啊并不是表现的非常这种突出，那么也不是很明显的，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是从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前，那么这个呢，那么大概是40年的时间啊，4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历史阶段啊，伴随着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地位的啊这个逐渐的形成和加深，那么清朝统治阶级在对待外籍入侵的这个态度上啊，这个态度啊就逐渐的在软化啊，逐渐的在软化。那么它的一个基本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这个阶段它的主战当中有主和的因素啊，那么在它主和的时候又有主战的这种成分。那么正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有相当一部分人主战，才会出现左宗棠在1876年率军去收复新疆，那么才会有1884年的中法战争，才会有1894年的中日战争，才会有1900年是吧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那么才会有是吧这个1885年
中法镇南关战役的胜利。这胜利是正是因为有清政府内部有一部分人主战，是吧？有主战这种政治倾向，才会有这些战争的这种发生。那么同时又正因为清政府内部有这种主和的主张啊，有这种主和派，那么因此才使得中国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当中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抑，是吧？那么中国呢才蒙受了不应该有的一些屈辱啊，那么中国才损失了一些本来不应该损失的利权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部分主和派，是吧？使中国损失了很多利权。那么正是因为在这个历史阶段，清政府内部啊，这种主战和主和的主张可以说呢是互为参半啊，不相上下啊，双方的势力几乎是旗鼓相当。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清政府内部才出现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啊，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主战和主和之争才表现得非常的突出，非常的典型，非常的明显。那么这是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从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那么到1912年的2月，那么清王朝灭亡，那么这段时间呢大概是十年的时间。那么在这第三个历史阶段，中国已经完全沦为了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那么清王朝也基本上堕落为了洋人的朝廷。那么因此清朝统治者在对待外国入侵的这个问题上啊，那么他的妥协成了主流啊，对外妥协成了主流。那么正是因为这个时候清政府对外妥协成了主流，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也没有出现完全意义上的主战派和主和派啊，或者说在这个时候没有发生这种明显的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那前面我讲了，在第三个历史阶段是吧，妥协成为主流。那么但是并不是说清王朝在这个时候啊是时时事事都在对外妥协啊，那么在这个阶段清政府也是有所抗争的啊，只不过呢它表现的不是主流的东西啊，也是有所抗争的啊。例如在1904年到1906年，清政府曾经与英印政府就西藏的问题反复进行交涉，那么而且取得了一定的这种外交的成效，就使得英国分裂中国西藏、霸占中国西藏这种图谋啊，那么遭到了挫折啊。那么清政府是有所啊抗争的啊，据理力争的。又比如啊，那么在1911年初，清政府为了维护中国在云南片马地区的啊这个领土主权啊，那么也是同英国政府反复交涉。那么这样呢，就迫使英国政府在1926年，是吧，承认了中国对于片马这个领土的啊这种领土主权。所以说，清政府在这个时候也还是有所抗争的。那么，我们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这个宏观角度，而不是某一次具体的反对外国侵略的啊这个战争方面来看，啊，我们如果从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而不是某个具体个别官员来看，是吧？那么在第一个历史阶段，清朝统治阶级对外主战的成分是最强的、最明显的。主战在第一个阶段表现最明显、最强、最突出，而妥协主和的成分在第一个阶段最少。那么在第二个历史阶段，清朝统治阶级成员是吧，对外主战的成分就越来越少，而对外主和的成分在逐渐的加强、逐渐的增加。那么在第三个历史阶段，清朝统治阶级成员啊，对外主战的成分越来越少，
而妥协主和的这种色彩越来越浓厚，或者说对外妥协主和占了一个压倒的优势地位。那么这是我们讲到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成员在对待外敌入侵的态度上那么大致可以划分为这么三个历史阶段。那么清朝统治阶级在对待外敌入侵的态度上我们讲它是有这么一个变化趋势那么这个变化趋势完全是从中国逐渐的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么一种政治形式相适应这伴随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这种逐渐加深，是吧？清政府这种对外抵抗的色彩越来越淡薄，是吧？妥协的色彩越来越浓厚，是与这种政治形式相适应。那么既然作为整个作为一个整体的封建统治阶级在对外态度问题上表现出了以前我们所讲的这个明显的三个阶段性，是吧？明显的表现出这么一个三个阶段性那么作为统治阶级当中的某一个派别我说整个统治阶级是吧表现出了这么一个主战主和成分的不断变化这么三个阶段，是吧？它是这样一个趋势。那么既然是这样，那么作为整个统治阶级内部的某一个政治派别，无论是主战派也好还是主和派也好，它都不可能游离于整个统治阶级的这个总体的这种对外态度这个轨道之外，是吧？更不能够远离这种总体的趋势。那么也就是说，在第一个阶段和第三个历史阶段统治阶级内部没有发生比较明显的这种主战派和主和派之争。因为我们讲什么，第一个阶段主战派主战的成分最浓主和的成分比较少，第三个阶段是主和的成分逐渐加强，主战的这个东西主战的成分越来越少。因此呢，在第一个阶段和第三个历史阶段没有出现，是吧，这种激烈的明显的主战主和之争。那么所谓统治阶级内部的这种主战主和之争主要是发生在第二个历史阶段，也就是说呢，发生在1860年以后到1900年这40年当中。那么以下我们所要讲到的清政府内部的主战与主和之争，主要是讲1860年到1901年这40年当中的主战和主和的问题。那么这是我讲到的这个主战派与主和派概说的前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主战主和这种之争自古就有之。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呢，我们从总体上把握一下清政府内部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成员对待外敌入侵的态度，总体上是发生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变化。我讲了三个历史阶段，是吧？三个历史阶段他们的总体情况来讲，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主战战的当中有主和的成分，但是主和的成分不是太多主和派没有能够去左右清政府的这种外交政策。第二个阶段主战主和的成分旗鼓相当在第二个阶段出现了明显的主战主和之争主战主和之争表现得非常激烈。第三个阶段清政府内部主战的成分越来越少主和的成分越来越多，但是他们并不是时时事事都在妥协，也是有所抗争的。那么这是我讲了这个主战主和这个概说的前两个问题。那么这个关于这个内容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这个下次课呢再接着讲主战主和这个概说的第三个问题。